恭喜。展爷和叶刘旭呢？我们负责在城中放火，展爷则按照计划在赵官寿那里偷兽首黄羊。怎么，展爷还没回吗？走吧。郡主，咱不等展爷了。今晚我们在黑石城这么一闹，羽林卫八成要派出一艘出城。江展如果拿到东西，他自己会回来，不用我们在这里走。走。哎，展爷回来了，快快快！哎，过来过来。展爷，展爷，这儿。怎么样？我没能找到兽首黄羊，还差点出不来了。遇到天下无贼了。是，水流街他救了我，而且他还受伤了。需要两只兽首才能开启博古妖架，现在只有一只。恭喜，看来好事将近。走了。你生气了？以后在青主面前不要再囊错了。你是怕他知道还是怕我知道你心中有的？别说了。我要说，这两年青之丹在斜眼的时间并不长，认识他的人也不多，他主要负责的只是关内外进出运货，斜眼能有今天有一大半功劳都是你的，就算你们现在分家也算对得起他。如果以后再让我听到这样的话，你就在我面前立刻消失，永远也不要见我。就算我死了也不会背叛青芝，谢衍是青芝的。如果有一天我和青芝对起来，你帮谁？他救过我的命，我能有今天全是因为他，你我能在一起也是因为他。就算是我的女人，他伤害青芝，我照样挂了他。总有一天你会知道，两朵灵芝，谁是大草，谁是仙。